哎呀，苹果妈妈，家里不让你养狗，你怎么还抱一只狗回来呢？你不知道我这只狗啊，和普通的狗是不一样的。它的名字啊叫做飞狗 Moco， 是一个玩具狗。不信你摸摸。我来看看。哎呀，苹果妈妈，它刚才的屁股怎么还会动啊？这是一只可以逗你开心的狗，你摸它的屁股会发出声音，并表演电臀，可以给你带来快乐。啊，那我来试一只。苹果爸爸，它不仅会电臀，而且啊还会唱歌转圈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，它还会学人说话呢。苹果爸爸，你说句话试试。哇，它居然会学人说话！你太可爱了！你们喜欢飞狗猫狗吗？